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人还在量哦，没关系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来看看别人做的那个高度是多高哦。这个是小学一年级做的哦，他直接拿五根，然后直接就插上去哦。虽然不是最高，可是他是做的最有效率哦，最快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大人的哦，就不一样了哦，因为这一次来不及准备棉花糖哦，可是你会发觉哦，有的做的还蛮高的。那另外一个哦，更创意的哦，直接绑在那个就是投影机上面哦，直接用那个绳子接在一起哈、哦，那其实大家会很犹豫说，做这个游戏是要干嘛？其实哦，专案就像你刚刚的18分钟一样哦，你在那个过程经历了计划、执行，到最后结案哦，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专案管理的过程。那各位因为在学校上课哦，其实都是很制式哦。可是你真正进入职场，就像刚刚的18分钟哦，每天可能有不同的状况会发生，那你就要投入。那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游戏好无聊哦。其实你不要忘了，你进入职场有时候主管或是很多训练，事实上就是借由游戏在观察你们的在团队的投入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玩一个小游戏哦，这个我在我的上课。德明跟淡江都有带哈，都在观察小组的那个互动哈。那专案如果要真正讲哦，对大家有帮助，事实上哦，就像孔子说的哈，好像写的很多哈，50怎样，60怎样，70怎样。可是事实上哈，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专案的目标。那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你的人生生涯其实是从现在才开始哈，因为你毕业了，不管你是要再继续进修，或者说你进入职场，或者你说我还在可能还在想，其实那个目标事实上是你要自己定哦，那就是专案。那人生其实有很多专案哦，为什么哈？可能说不定你毕业了你就想结婚了，这是预期的吗？这不是预期哦，可能你毕业了，你可能就就业了。可能你毕业的时候，你才想到说，我想要再进修，哦，在这个过程其实是没有目标的。那对于你了解专案的话，你事实上可以应用他的手法去做很多哦变动性的一个计划。那如果你还是按照现在的角度说，反正有人帮我安排，事实上那个主控权是操在你自己哦。那我们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内容，我们会讲的是专案的管理的概论，哈，会让大家哈真正的经历那个专案的整个计划过程。所以呢，为什么会发海报纸，还有那一些相对的文具，哈，那就是在今天的课程2小时，剩下的不到1小时多的过程中，你们要去规划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的一个大概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大概半年。或是大概超过半年以上，那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只是一两个月，其实还用不到专案的一个基本技巧哈。但是如果你超过3个月，一直到甚至6个月，甚至到9个月哈，其实都是要应用到专案的一个手法。那因为这个课大部分都是资工，那资工事实上更是应该要了解专案管理哦。如果你认为说啊，专案管理没有，反正我进公司，我就是人家怎么讲你怎么做，事实上你的时间的管理事实上会被操控哦。那反而你没办法有效的应用你自己的时间管理哦。那什么叫专案？就是独特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或是结果的一时性的工作哦。那像各位，如果你毕业以后，其实你就面临很多问题哦。那一种可能都有不同的需求或目标或是成果，所以那个都叫专案。但是如果你今天进入了学校，他每天有日常的一个作息，那就不叫专案哦。那专案基本上有几个哦，就像刚刚给大家18分钟，所有一开始的明确的开始跟结束，而且有一定的所谓的目的跟所谓的成果，就像刚刚的目标是要。用意大利面杆去做出所谓的高塔，哦，那这就是目标。
那接下来它独特啊，因为它有一定的所谓的产品或服务或是成果哈。那最后呢，是这里写的逐步完善，是说哎，不断在过程中去修正，然后追求最后的目标哈。所以这个就是专案的过程。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所谓的流程的话哈，就不一样哈。所以专案基本上有几个，可能是产品，大家买的像 iPhone 或是手机，或者是说提供服务哈，设计，或是像那个资工的所谓的 coding 哦，这些都是所谓的能力的部分。那还有就是会产出文件，像有一些好像有一些文理科的，他最后做出来的是小说，或是某一些历史的所谓的记录，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字的部分哈。那或者是像企划单位齁，企划的那个科系，它会产出所谓的计划书，这都是属于所谓的专案成果之一齁。那让大家理解说，其实它专案的成果，它最后展现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三个所谓的内容。那专案管理是什么？是要把我们个人的知识跟技能齁，还有一些工具齁，最后技巧应用在某一些专案活动上面。那刚其实大家就经历了专案管理的过程啊，例如说一开始给大家目标，这就是启动，然后请大家整个小组要去讨论。那从那个讨论过程就知道说，哎，你是花在规划的过程比较久，还是执行的过程比较久，还是后面一直在修正，最后结束的过程比较久。那刚刚有讲嘛，那个小一的小朋友，他事实上吼，他不管就一开始就马上做了，他所以他没有规划，因为他看。他是凭知觉就拿起棉花糖跟五个意大利面杆直接就擦了，然后只要确定稳定了，他就结束他的整个专案齁。但是各位因为是成人齁，所以在对于目标的过程中，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也就是规划的部分。那有一些的话可能就还讨论完以后才开始执行齁。那依照这个游戏齁，他是说越是企管系的齁，或是那个读书越多的齁，就会花那个时间规划的时间越久齁。那我这曾经在那个上礼拜上上礼拜在国小的校长国中高中的校长或是所谓的行政人员或讲师教师齁，结果就有一组齁是两个校长，结果他几乎花了快十分钟在讨论说那个规划说我们应该怎么做。真正开始做只有后面的大概四五分钟齁。所以有时候团队的那个所谓成员也会影响整个专案的执行的成果齁。所以为什么刚刚会我们在一开始会分小组，就是让你经历那个过程，专案就是不同的人在一起所谓的完成一个成果。那你要注意一件事，你有时间压力又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去引导或是去 push 这个整个团队往那个目标来走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只是小游戏哦，从小游戏就可以看到团队的大概它的氛围哦。这就是你进入职场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这样的方法去观察哦。那接下来哦，我们刚刚有大概点了一下，就是专案管理基本上跟有一些营运管理是不一样哦。刚刚有讲了，专案管理有时候它是有临时性或是某一些策略性的要求，可是它基本上还是会应用到所谓的一般组织的资源，例如说它是有计划跟执行和监控的过程，它也是有限制条件。像我们刚刚那个游戏给你的限制条件是你只有胶带跟细绳还有20根的那个意大利面杆哦，当然，这一次是没有那个棉花糖。如果再加上棉花糖，有的弄得很高，那个就会掉下来，因为它的支撑不够哈。所以这些都有所谓的相同跟所谓的差异的地方。但是最主要是专案是有临时性哈。当然，这个临时性大家会一时可能会就那个名词也会有一些局限哈。就像陶杰哈，事实上他做了几年，事实上做了超过20年哈，快20年，现在才算结案哈。那所以呢，专案。基本上呢有它的期限齁，但是一般的我们的营运管理是没那个期限齁，只是日常经营中会去运作。那对各位来讲齁，其实刚刚的过程是让大家经历说专案的规模跟专案的团队齁之间的关系齁。如果你的专案团队很小，而且那个专案的规模很小，其实呢
你所经历的过程哦，其实哎，就刚刚几个人就 OK 了哈。可是如果你的专案的团队很大，像志工的话，有时候他在开发系统，事实上他面临的有很多功能要切割，切割完以后要有不同的群组去做所谓的整合。那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的专案规模会很大，他的团队也会很大。但是我们很少会去遇到说，哎，专案规模大，但是专案小组很小哦，因为这样的话变成没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专案管理哦。那另外也不可能说因为专案规模小，那专案团队就很大哦，那也就有点资源的浪费。所以呢，基本上哈，我们会面临的是左下跟右上这个所谓的轨迹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哈，我们一般专案管理团队越小，或是他的专案的一个规模越小哈，其实大概就一两个人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运作了。可是如果你要建制一个比较复杂的，相对你所需要的那个专案团队就会越来越多哈，然后甚至到最后，建立像 ERP 这样的话，其实那个人员会更复杂。那在这种情况，你就需要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方式去做管理哈，否则的话会很松散。那中间会牵涉的人的问题是最多哈，例如说专案团队越小，规模越小，其实只要一两个人就好。可是你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要经由所谓的开会哦 ，email 文件化，然后最后呢，甚至到最大的一个团队的时候，又要有他的所谓方法论哈。所以今天事实上是让大家理解那个整个过程大概的方法论。那资工基本上会面临的问题是，他学了很多专案管理，可是应用的范围不一样。像敏捷的话，基本上可能是在中间。哦，像一般的需求可能就是提所谓的需求单，它就是个人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我们举个例子，后面这个图哈，这个就是大概资工在用的所谓的专案管理的，大概每一种方法会不一样哦。一般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了，那如果它是一个团队，可能就是敏捷，然后最后如果更大的话，它还要区分不同的阶段去完成哈。专案管理不是说 push 大家要每天都很紧张，而是说在那个阶段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你才有一定的方向哈。所以为什么右上角它会几乎分了将近十个阶层哈阶段，主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事实上就比较在使用专案管理上就不会有那个凸显的效果哈。那一般来讲都是大概要刚刚有讲大概九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话，基本上都需要所谓的专案管理的手法哦。那专案管理是什么哦？其实很简单的原则，大部分是这样哦。我们什么时候要完成？刚刚18分钟哦，18分钟的过程就是我们18分钟内要完成。那由谁来做？团队来做啊哦。但是因为刚刚是一种游戏式的过程，所以呢是大家一起做。但是如果你是资工或是其他，像出版业或是所谓的企划，当然就有不同的职务会有人来做不同的主要的工作，然后最后希望有什么成效。那刚刚的游戏是要让大家能够叠在有限的资源叠起那个所谓的高达，然后要怎么做就是要讨论了，那要做哪一些步骤，还有花多少预算哈，这是整个专案管理的时候要考量的哈，这是很重要，因为最后还是人要来做哈。那我们来谈一下哦，就是专案管理的一个，前面有讲，大概专案管理的生命周期就是，哎，它一开始有所谓的启动，然后做规划，然后进度要执行，最后要检讨。那刚刚的过程就是，哎，一开始跟大家说明的，然后你们小组就开始做专案启动。但因为刚刚是游戏式的过程，所以变成你们会花的时间是在规划的部分会花的比较久。然后后续在这个部分进度的执行会也相当的大概相同比例，最后呢才去确认那个成果的高低哈。那其实你们在一直参与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整个专案的监控哈。那这一块就是大概我们会从专案的生命周期了解说，原来专案的过程大概有这样的过程。那不同的领域当然就有不同对阶段性的名称哈。例如说，如果是做开发的，就有所谓的概念设计，哦，然后后续有所谓的样品的试产，
然后最后是正式，后面是所谓的通路的一个配销。那这个过程事实上每个领域或是每个专案它的名称会不一样，但是就一般的所谓的通用的说法，就是上面这几个五个过程齁、哦、那是最简单而且一般是在比较通用的说法齁、哦、那对大家来讲的话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过程是让他经历这五个过程齁、哦、让大家知道说原来那个专案管理的过程要做哪些事齁、哦那这个课程有谈到跟微软的那个应用，我们这里做一个大概的比对齁，中间这个地方是一般我们通用所谓的专案管理的细节，当然细节不止这些，我只是大概条列是说有哪一些可能跟那个微软会有关齁，但是这里生命周期是五个阶段，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只要大概理解这五个阶段，然后微软的部分会用到哪一些，在规划的时候跟所谓执行还有监控，因为它是一个软体齁、哦、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像 Facebook 或所谓的 Line 这种的所谓的沟通平台，它主要掌握的是专案的进度，所以跟专案的进度资源还有调配还有追踪是主要它的强项齁、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后续的第二堂课会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哦，那这是大概他们之间的串联的地方跟应用的部分的结合的部分哈、哦，那这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可能大家会说，那到底专案管理是什么？有时候你看了一本书那么厚，可是大概这近十几年来哈、哦、，PMP 的角度或是一些专案管理的角度，它已经把它缩减哦，就是说即使你不是很懂专案管理的一个手法。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要确认你有多少时间，投入多少成本，要做出怎样的品质哈？这是所谓的专案的黄金三角哈，这是很重要。不管你的过程如何，但是这里主要的三个指标是这三个，一定要掌握哦。那如果有人有兴趣考 PMP， 有一句话哈，就是如实如职。如预算哈、哦，预算就是等于跟成本一样，而、啊、我们这里是用成本，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金三角的口诀哈、哦，就是如实、如职、如预算哈、哦。那这个是如果即使你不是一个很熟练的专案管理的所谓的专案经理哈、哦，但是你也应该要理解哦，原来专案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这三个。那虽然有那三个指标，可是有一些限制哦，例如说你有没有？投入的经费或成本的限制，你有没有资源？这里讲的资源是人、设备，还有就是时间哦，甚至人、设备啦，还有一些消耗品哦。那另外是不是这个专案有风险？然后它的品质做得好不好？然后另外是要花多久时间，进度是什么？还有专案的那个范围是有多大？这里写的是用范畴，那英文是用 scope 哈、哦，意思就是所谓的那个范围哦。那这个范围怎么来，后面我们也会再带领大家能够去了解齁、哦、实作。那新手上车齁、哦、那至于专案管理虽然有刚刚那些概念齁、哦、很重要一个是至少你的那个所谓的方向盘要会怎么用齁、哦。那所以呢专案管理也一样齁、哦、我们这里呢是有十个构面。那这十个构面很重要的内容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力资源齁、哦、这里讲的人力资源就是所谓的团队齁、哦、人找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齁、哦、那另外一半是什么你的利益关系人是谁齁、哦、像各位来学校求学齁、哦、你的利益关系人是谁你的父母或是赞助你学费的人还有就是学校的老师跟教职员齁、哦、那这些是跟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有相互有关系的利益关系人那你的人力资源是什么同学啊哦，或是上下级的学长学姐那相对的现在的话你们现在是四年的啊，大学四年那就是那个所谓的范畴还有时间成本品质哦。那我们一般来讲专案管理会看这十个构面哦。那要休息哦，没有哦。那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是一开始是什么？刚刚讲的三角形的部分，就是前面哦，这是一开始你要定义清楚，也就是范畴、时间、成本跟品质，是一开始你专案的时候要定义清楚哦。
那今天我们会让大家演练，就是说你如何从一个专案开始的范畴，还有进度哈，进度这个部分是今天一定会做到。也就是说，你的时间怎么去，去设计哦，那个是我们今天会让大家习做的哦。那你这里黑色的部分表示是所谓的硬实力哈，所谓硬实力是只要你去抄人家去参考人家的计划书或是某一些内容，其实你都写得出来。可是呢，红色的部分是跟人的运作有关，所以要靠你平常的沟通协调，还有领导或是团队的整个运作哈能力有关。所以你看，跟人有关的利益关系人，还有团队的部分，还有你如何跟人家沟通，还有你面对风险的时候如何运作，这个事实上是不是所谓的一些这些参考资料能够教你的哈，那个都会牵扯到你实际在运作的时候你的能力哈。所以有时候对大家来讲哈，可能黑色的部分比较没问题，因为那比较制式，可是对这个所谓红色的部分，事实上是牵扯的是人际互动，还有所谓管理面哦，这个是大家需要还要再学习的部分哦。那这是我们一般在构面的时候会谈到的几个。那这个团队呢，其实就面临很大的问题，说，哎，你的团队是不是很 match 哦？那你面对的利益关系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但是你又要面临很实质的问题，你的时间、你的品质，还有风险，还有成本。你要怎么去哦做调整，甚至是做某一些的妥协哈、哦？因为有钱没时间哦，那要怎么办？那即使是所有都 OK 的，即使忽然有来了一个风险，那你怎么运作？那这都是有时候在整个专案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哈、哦。那我上次在三月份就是前一阵子在做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一般他们在设计所谓专案管理都会忽略风险哦，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面，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列说，哎，我在学校里面运作的时候有没有风险会产生。那我们曾经前几年在中正大学那个教课的时候啊，当场那个教育部的官员就问所有的在场的那个老师或是校长，结果只有两个学校哦，有在做所谓的专案管理的那个所谓的执行哈，其他都是反正计划就抄一抄就好，结果说很多要件事实上是不符合专案管理哈。那如果你真的在技巧上，或是说啊，你们的专案管理其实没有很大的所谓的照着原来专案管理的技巧，那基本上你要记得几件很重要的事，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成本，得到一定的品质，但是你不要忽略所谓的风险哦，有可能风险一来。可能全部的努力，前面的努力都会等于是泡汤吼，所以这是专案管理吼，有时候跟一般我们在公司或是某一些组织里面吼日常的运作是不比较不一样吼。那这里有十句的专案管理的名言呐、啊、吼，简单的那个口语吼，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一开始的话。你的专案管理哦，这个部分整合要一条龙，就是你身为一个专案经理，要从头到尾哦都要统包哈、哦。那统包是说你好像就是一个管家婆，要从头到尾哎就要看头看尾的。那你在利益关系人的部分，你要互动要很特别的勤劳，为什么？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可能还有掌握了所有的需求哈、哦，所以有一些需求跟资源的部分你。要能够掌握住，所以在人际关系互动上要多走动。那另外是说你的范围一定要先对焦哦，如果你的范围没有对焦，可能后面哦所做的一切都浪费哦。然后再者是说里面的整个进度有一些关键性的进度哈、哦、这个是要等大家哈、哦、等一下实作出来以后哦，我们就来可以教大家怎么去看那个关键进度哈、哦、那另外还有就是经费的部分，因为资源永远会缺哈，那这个部分要做精算。那我们一般的做法，有的是说用微软的那个软体，然后用那个部分来做精算。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因为经费的限制之下哦，再去做分摊。那另外还有说，哎，每一个专案都有它的指标，这个部分的指标跟所谓的品质要兼顾哈。那其余的部分，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哈。
但是基本上从这个时序哈，就可以大概了解专案管理的一些执行的重点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合性的管理哈。一开始哈，比较大的问题是说，整合性的管理到底要做什么哈？虽然有可能大家以后会考 PMP 或是做某一些专案管理的东西的时候，看一些书哈。那其实专案管理一开始哦，最重要是说我们要写这个所谓的专案的章程。专案的章程呢，请大家先把一张 A4 纸哈，先拿出来哈，由小组负责一个人哈，然后你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哎，专案的目的是什么？那你们要提供的服务或是最后的产出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然后我们的专案目标是什么？这里专案目标是说要有量化的那个所谓的阶段性的量化内容哈，例如说，你在第二个月要产出10个成品啊，10个样品，然后到那个第四个月可能要做出怎样的内容，到了第六个月要做出怎样的东西啊，到第八个月是不是又要上市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目标哈，时间的目标。那另外你要考量的是说，你的专案有没有哪一些限制？例如说有没有气候，还有行销通路，或者是哪一些预算啊，或者说我的资源不足。有没有哪一些？然后有没有哪一些专案的假设？哦，当你在考量这个专案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假设条件没有去想到？哦，那最后要产出什么？那这个是最后的，刚刚这个是进度，那这是最后产出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计划书，或者说可能是一个新产品。哦，这是大概这个项目的意义。然后最后呢，你有没有哪一些里程碑？我刚刚讲的2468那个就是所谓类似里程碑的一个代表齁。那你如果这里的话，可能是我可能在某个阶段我要产出，例如说所谓的专案目标要达成进度 20% 或 40% 或 60%， 类似这样的字眼。那最后总体的预算要大概拟一下齁。然后专案负责人是谁齁。一般我们会在开始一个专案的章程的时候，会用这个部分先去草估整个专案的范围哦。那请各个小组哦讨论，你们要做一个类似的专案，在8个月或8个月以上。那个主题是什么？那请大家试做一下。那这个的话，我们后面会用到，在做时间管理那部分会做。所以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讨论。